今日我就會行呢物理好徑三段嘅，咁就唔係順手係逆走啦，所以呢就會喺水羅摩嗰度落咗車之後呢，就喺呢個三四段交界嘅位置呢，就逆走返第三段去第二段嗰邊，即係終點呢就會應該喺北潭坳嗰邊嘅。咁而家先喺呢度整理一下行裝先。依家我就喺水龙窝嗰边个厕所咧，逆走行翻物理号变三段，三次沿途咧都有啲树荫，咁就冇咁晒。不过物理号径有一个我觉得唔好嘅点，就系人太多。我哋比话咧就至少咧。哦，差不多到梯个山嘅山顶啦。好啦，我继续出发啦。咁依家虽然系晒，但系出面嘅天咧都好蓝。依家时间咧大概十点半左右，太阳非常之慢。喺低公山落嚟之后咧，一路都落，等间再去上翻去掌上嗰边咧，就一路都上，所以咧呢段路都系落几多上几多，可以预计得到。我呢度有个山坳位，有个支持牌去石坑嘅。我哋好劲就系行呢一边 M062。好啦，依家上去掌上咧，正式进入呢个暴晒路段。打石，嗰嚿石突咗出嚟，唔系好高。哇，条路实在太晒，但系咧后面啲风景又超级靓。哇，呢度有个物理好劲嘅指示牌嚟嘅 M058。咁呢条路咧就去咗上。北山，大家上。呢段就系上华北山嘅路啦，两旁嗰啲杂草都好长，好容易刮脚。如果着短裤。哦，嗰边就系石屋沙啦，最高嘅。
好，呢度咧望到去大埔、大美都嗰边嗰个海，同埋马鞍山嗰边。呢个八仙岭啊，荃湾淡水湖。喺嗰边，马鞍山下面乌溪沙一带，依家喺华眉山落翻去万里豪径嗰度，另一边落嘅，但系个斜度都几大，同埋比较少。好，嚟到掌上啊，一边嗰度咧就有个士多可以补给一下。见到督牛喺度。好啦，依家我就喺掌上士多嗰度食咗啲嘢，咁就沿翻万里豪径三段出翻去北潭坳嗰度啦。呢度个指示牌写咗。北潭坳呢就 3.5 公里，一又四分一小时。这个就是牛耳石山，那两嚿石山顶那里都有。嗰边见到咧就牛耳石山啦。咁逆走嘅左手边咧，呢度有条小路入去就系岩头山嗰边。依家我大概到经过咗岩头山，再经过埋呢个牛耳石山。咁就應該之後段路都係落山嚟嘅。我依家逆走一路沿住落翻落去咧，佢呢个西贡台呢边咧，真系非常之靓。喺画面右上角嗰个咧就系蓝蛇尖啦。依家呢个画面衬托之下，其实都系。几靓啊！夏天系值得嚟嘅，不过真系会实在太热啦。唔系，我好想去嗰黄沙嗰个咩藏尸。好啦，出翻嚟万里豪径三段嘅起点啦。咁啊，对出呢度就有巴士站可以走噶啦。就到呢度为止了。